这回把弄堂里的老头老太吓坏的。非常时期，他们会理解。我到了。的确定要回家吗？我先回去收拾一下东西，明天搬到武厅去住。嗯，好吧。你不上去坐坐吗？哦，我要尽快回去。这个时候我不在，其他人心里没底，也许会闹出什么乱子。 是啊，刚刚咱们离开的时候，兔阿明、阿发他们的眼神都散了，弄不好，真会出什么事儿。我明白，我下车了。要我留几个弟兄陪你？不用了，他们要对付的是你，并不知道我是谁。这倒也是，看起来我有些矫枉过正。 是为了我吗？你说呢？不管是不是，我就当做是吧。明天早晨，我派车来接你。 小时候，我最怕打雷。只要遇到雷雨，就会钻到床底下。长大后虽然不怕了，但每逢这种天气，都会令我感到紧张，心情更是变得很坏。你呢？怎么还没休息？我在擦枪。擦枪？嗯，在擦枪。枪是我的半条生命。 因此，我必须对他们加倍的保护。而且对于我来说，这就算是修行。你和我见过的所有青帮大哥都不一样，不知为什么，我很难将你和青帮联系起来。那是因为，你并没有见过真正的青帮大哥。比如说，已故的大字辈老太爷袁克文大哥。 他是袁世凯的三公子，从头到脚没有一丝匪气，就是个温文尔雅的文人。同样是大字辈的徐朗西大哥也是如此。
他精通术数科技，堪称青帮中的奇才。再有就是人社的创始人张仁奎大哥，他是政坛泰斗，忠正耿直，就连当时的民国总统老蒋也得让他三分。有名的大军阀韩福聚就是他的门生。其实青帮中人并不都是青面獠牙、凶神恶煞，你之所以有这样的印象，是因为见到的都是像马志成那种下三滥。也许吧，在你眼里，马志成虽然是个下三滥，但他对我却是真心的。后悔当初帮助我了？不知道，也许有一些吧。我能够理解。你不理解，我从18岁开始做官，在滨海市的各家舞厅和夜总会闯荡，什么样的人没见过？上至富豪政要、达官文人，下至军警特务、帮会混混，可以说是阅尽了各种各样的男人，可却从没有遇到过像你这样的人。不知为什么，在你面前我不知所措，甚至会觉得自己无地自容。没那么严重吧？事实上情况比这还严重，我不想这样，却无法控制自己的感情。有人说做舞女的人逢场作戏，不动真情，就更谈不上一见钟情了。就拿我跟马志成在一起来说吧，也不过就是找个靠山，从没有想到过今后会怎么样。然而自从遇到了你，我突然发现自己注意和考虑的事情开始多了起来。以前我从来不会为了哪一个男人刻意打扮，但现在每天早晨我都会对着镜子很长时间，就是为了盖住眼角那一点点不太明显的皱纹。我会把几十件旗袍脱了又穿，穿了又脱，就是为了挑一件穿上之后能够显得身材更好的。我很吃惊地发现，自己竟然像个初恋的小姑娘，在一起自身的每一个细节，为的就是博得爱人的欢心。有时我自己坐在房间里，会莫名其妙地想到，如果我们俩今后生活在一起，会是什么样？想着想着，竟然会笑出来。从那一刻起，我终于明白，我真的爱上了。其实从见到你的那一刻起，这种爱就已经开始了，而且是无条件的。对于我来说，这种爱非常可怕，它会令我失去靠山，失去赖以生存的东西。理智让我放弃，可情感却像决堤的洪水。刚刚说过后悔帮助了我，但我并没有说后悔爱上你。也许是我没有理解这两者间的区别吧。这两者间的区别就在于你并不爱我。我说对了是吗？你只是在利用我激怒马志成，从而达到自己的目的。小时候，一位做舞女的大姐曾经对我说，不管什么样的女人，在男人面前永远是被利用的玩偶。我并不是故意利用你的。你只是利用了我对你的爱，
如果你一定要这样理解，我也没有办法。就算是吧。在你利用我的时候，我有一些愧疚吗？在你的心里，对我连一点点爱意，哪怕是喜欢都没有。我并没有这样说。那你喜欢我？我在等你回答。你不会让我太失望吧？现在是非常时期，危险时刻都有可能发生。滚！我就要你陪。不是今天，也许以后吧。你在敷衍我。谈不上敷衍。我不过是个下贱的舞女，今天下午那个姓于的女人才是你的最爱。好了，不说这些了，时间不早了，回去休息吧。等等，你不相信我爱你是吗？你什么时候来的？哥，你回来了。怎么了？没怎么。又哭了？没有，我刚才困了，打了个哈欠。我这几天我发现你总是怪怪的，是不是出什么事了啊？没有，我只是，这是什么？我只是想问你，问我什么？问你，你是不是？平常伶牙俐齿的，今天怎么了？吃了结巴药了？我是想问你，最近我做的还好吗？没有招着你讨厌吧？还可以吧。不过，你是不是能对橘子和于如萍的态度好点啊？不要冷一句热一句，连我听着都别扭。我说的话
没听见啊？啊？你还想让我怎么样啊？嘿，这话说的有点意思啊，还想让我怎么样？就像你做了多大牺牲似的。你一个女孩子，啊，难道就不能与人为善了？我现在就走，再也不回来了，这你满意了吧？哎，怎么了这是？一惊一乍的，踩电门上了。反悔的啊！我这就走，行了吧？还真生气了。你这就走啊？要雨伞吗？你最讨厌了。好了好了，多大的事儿，我也没说什么，不就是让你与人为善吗？这也是为你好。我怎么不与人为善了？就是看见他们对你的样子，嗨，人家对我什么样子，我都没说什么，你生什么气啊？其实也没什么，我就是看不惯。好了好了，都是自家人，什么看得惯看不惯的，今后啊。明白了，这几天是多事之秋，一切都要小心在意。哥，你真的要跟那个什么光复社开战啊？是啊。他们人多势众，别的倒也没什么，怕只怕你会出危险。那，我不会有事的，比他们更狠的人我也斗过，放心吧。啊！哎，打个雷怕什么？至于的吗？快休息吧。
今晚八点，乌松区松心路六号华美浴池，杜马。于小姐一定是让他们给绑架了。哥，你别光抽烟呀，说句话吧，该怎么办？屋里的情形怎么样？非常凌乱，一看就是经过了激烈的搏斗。哦，您想啊，连卧室里的镜子都打碎了。走，去看看。谁啊？这棉被有什么特殊吗？就是在梳妆台上发现的。这鞋有什么好看的？哎，是社长，进来吧。社长，安排怎么样？都安排好了。今天晚上八点，在乌松区的华美浴池，我和姚千树率枪手在那里等他。社长，今天晚上的华美浴池可谓是天罗地网，这一点燕双鹰不会想不到。您认为他还会去吗？并不熟悉，但通过几次交锋，至少有一点可以肯定，那就是他不是个喜欢放弃的人，而且这个人的骨头里有一股傲气，不把任何人放在眼里。因此，据我判断，他一定会去。那如果他真的不来呢？那
我们就更没有什么可担心的了。您的意思是？那就说明他并不像表面看到的那样可怕，不过是个胆小鬼，遇到真正的危险便会躲起来。这样的人没有气节是可以交易的，只要满足他对利益的需要，或者真正让他感到威胁，他会主动来找我们。哦，我明白了。今天晚上我要亲自到华美浴池去会一会这个燕双鹰，看看他究竟是个什么样的人。劝劝大哥，不让他去。出什么事了？昨天夜里，雨如萍被绑架了，留下一张字条，要我哥今晚八点到吴淞区松心路6号的华美浴池见面。这是圈套。谁说不是呀？可我哥他非要去不可，我和九头说破了嘴皮子，他也不听。你想想，那些人在大街上都敢明目张胆的袭击我们，这次。到了他们自己的地盘，会放过他吗？劝劝他。好了，别着急，别着急，我去劝劝他啊。进来。哎。哎呀，这。你好些了吗？你指什么？心情吗？更坏了。现在是晴天，你说过只有雷雨天气里心情才会变坏。因为你要去拼命。是小锦弟告诉你的？我宁可是你亲口告诉我的。我怕你担心。不能不去吗？雨如萍被绑架了。这是唯一的理由吗？难道你认为这理由还不够充分？这是个圈套。我知道，杜马和杀手会在那里等着我。那为什么还要去？我说过，我的朋友被绑架。他对你来说真的那么重要吗？你想到没有，这一去很可能就回不来了。有所不为，有所必为，该做的就一定要做。我这个人不喜欢假设。你很爱他是吗？从你看他的眼神，我就能够感觉到这一点。你甚至不愿意吻我一下，却甘心为他去拼命。现在你知道我的心情为什么更坏了吗？如果换了是你被绑架，我也会毫不犹豫的。你不会的，你不会的。对于你来说，我不过是个被利用的工具，一个人尽可夫的舞女。你不会为我拼命，永远也不会。你为什么总是那么愤怒？难道我们就不能像朋友一样心平气和地谈话吗？我并没有愤怒，只是在劝你不要去送死。也许你自己并不觉得，但对于我、小锦弟、九头和弟兄们来说，你有多么重要？难道要为了一个于如萍，就要把我们所有人都抛下吗？
哥，橘子说的对，你不能为了一个女人撇下大家不管呀。大哥，大不了把舞厅还给他们，咱们离开这里也就是了。嗯，你们以为只要我们妥协了，这些人就会放过我们？道上的规矩我懂，他们只要得到了自己想要的东西，是绝不会将事态扩大的。可惜我们要对付的并不是黑道上的人物。你说什么？你以为杜马、马志成这些人仅仅是青帮人物这么简单？说出来你们也不会懂。记住我的话，如果我们现在妥协了、退缩了，那才会真正遭到灭顶之灾。他们会毫不犹豫地动用自己的势力，彻底消灭我们。因此，我们没有退路，只有拼死一搏。你在为自己的行为找借口。我很清楚自己在做什么，这一点你们完全没有必要担心。我们担心的正是这一点。是啊，哥，你再好好想想吧，我求你了。大哥，你三思啊。如果你一定要去，我会用死来让你明白。你可以为于如萍去拼命，而我可以为你舍命。这算是威胁吗？我不管你怎么理解，只是要你明白，你去就意味着我死。你说的不是真的，对吗？你可以试一试。有两件事你们需要明白。第一，没有人能够改变我的决定。第二，没有人能够让我去送死。也就是说，你一定要去。是的。你宁可我死，也要去救他。我相信你不会死的。想好了，哥，我不走。走吧。哥，你为了一个于如萍，这些所有关心你、爱你的人，你都不要了吗？你怎么这么糊涂啊？九刀，好了好了，小姐你走吧，走吧，拉他出去，走吧。哥，你别出去。走吧，走吧。大哥，自从跟了你，我觉得这腰板硬了，胸膛也挺直了，活得像个堂堂正正的男人。啊，你瞧，我这嘴笨，不知该怎么说。如果你一定要去，那就把我带上。九头，你的任务是保护好歌舞厅，保证大家的安全。我走以后，任何人不准出门，尤其是橘子和小锦弟。
你要格外注意。大哥，你就带我去吧。咱们生在一起，死在一处。哎，好了，别老是死啊死了的，多难听啊！去吧。做好你该做的，就是帮了我大忙。下看